你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了！我都说分手了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我同意了吗？你凭什么说分就分呢？不喜欢你了，行了吧？陆毅，那当初刚在一起时候说的甜蜜都是假的，是吗？假的？哈，你跟我说你跟朋友出去玩两天，结果那里面三个男的，现在跟男的出去玩都不背着我是吗？我不就是出去玩玩吗？你那么忙，哪有时间陪我呀？这就是你跟前男友出去玩的理由是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你真以为不知道那三个男的之后有跟前男友是吗？我俩就处了三天就分手了，那算什么前男友啊？你这个事儿小事交给我分手是吗？这叫小事儿？我那天给你打了10多个电话，你都没接。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？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我那是跟朋友玩太高兴了，我没看到。是啊，玩完之后呢？去哪儿了？你真要让我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是吗？我那是跟闺蜜住一起了，你能别总怀疑我行吗？ 你撒那些谎，我都懒得拆穿，你知道不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手？你瞅瞅你自己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！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是吗？你当初说那些假模假样的屁话的时候，你想过今天会后悔吗？我在旁边真听不下去了，姑娘，你也20好几个人了，能处对象咱们就好好说，不能处咱就各自安好。那这么闷的人还能有女孩喜欢？那怕什么？头一次有刘继功能，可以根据对方发来的消息自动形成高情商回复，脱单分分钟的事儿，现在解决一点就能下来。不是你到底跟谁一伙的？我让你来不是帮他说话的，我告诉你，陆毅，咱俩今天话说不清楚，咱俩谁也别想走。 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好不容易从这边感情里走出来，你干嘛还要来折磨我？你忍不了，你也给我忍着。只要我不同意，咱俩这个手就分不了。我受够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跟你说，咱俩完事儿了，咱俩结束了。陆毅，滚！